两球比分都上百了，你们双手在哪里？尖叫声啊！拿这个去指挥交通。大磊，大磊就输了。牛奶，牛奶，这是你的专场。你看到，你看到。双手举不高的，他们就不会往那边丢啊。双手举不高的丢饭团呢，我跟你讲啊。双手举高丢海报，双手举不高丢三明治。拜啦，代表你没力气嘛，举不高，肚子饿了。啤酒空罐就好了。其实身为一个男性，最讨厌的就是被人家说，你为什么不举呢？你为什么不举呢？双手举起来呀、啊！举久一点，举少一点，对。派对的小秘诀，想要拿到小礼物的双手举起来，尖叫声，他们听到尖叫声就会往那边丢。拿出来双手举高，左手右手双手举起来 ，Put your hands up, put your hands up, put your hands up, put your hands up, ready five, four, three, two, one, go。再举高一点。Put your hands in the air right now, so show me what you got it. 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还有限量的毛巾啊！限量的毛巾有谁要的？双手举起来，好不好？右边，限量的呢。你的双手在哪里？尖叫声在哪里？还有，小心还自己擦一下，香香的。我只能说这条毛巾真的香，好不好？想要的双手举高了呀！哎呦！哎，看来都没人要，我自己要了哦。没人要都我自己要了哦。哎呦，哎，这条保证箱，这条保证箱。This time we got ready for him to turn down。是想要荧光棒，想要海报，想要小礼物的，你的双手就千万不要放下来，好不好？再举高一点，扯喽！现场只有后面的朋友比较热情啊，前面的人有点……前面的朋友，你们是累了是吗？双手举高高。That's right。 哎，跟着我们球迷的一起把你的身体弄起来 ，Everybody shake the body。 Ready？